大家好，我是电台 CGTN 记者王雨清。我是央视频记者王波飞。我们现在人在新疆的新和县嘉一村，这个村非常出名，因为这里是有着这个嘉一村有着中国新疆手工制作乐器第一村的美誉。两根弦的杜塔尔，杜塔尔，我可以怎么帮您？你就从这儿，我把手放这儿，扫弦是吧？好，我也来学一下。来了，好，来。您教教我这个手鼓怎么弹吧？应该怎么拿呢？弹得好不好呢？这么拿，就这么拿，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么着，来。弹拨尔，五根弦也是弹唱的，五根弦的弦乐弹唱。对，这个是钢弦吗？对对对。这叫哎，这个像我们这个二胡啊，像不像？这是四根弦的。啊，也是这个拉的乐器，拉的乐器，是一个像二胡一样的四弦的乐器。这是什么乐器？这个乐器叫萨达，也算是个乐器中的这个乐器之王，乐器之王，沙姆的主要乐器，沙姆塔姆的主要乐器萨塔尔。它有这个十二根弦，也是这个大的。确实，我一看这个。您给咱们观众朋友们看看这个弦的数量，在地位上就不一样。对，构造一看就是比那个复杂很多。简单来一点，低沉了很多。对，而且有一种悠扬的感觉。对，有一点点异域风情。对，一下就感觉自己置身于这个大漠当中。